这华而不实的练习是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们都给我记住，只有听到正确的声音，才能唱好歌。可是老师，再怎么说，找一个漏水的地方是有点那个。就是啊，在这种地方唱歌，我总觉得是不是太那个了？哎，还没说完呢，你要去哪儿？老子不干了！ 这刚起步的家伙，非要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开唱吧？你们不请我拉倒，外头有的是人请我。马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连血管都爆了，一着急才那么说的，正好也是。老师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就你烦呐！哦，对不起，就按您的意思办。 老师，对不起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啊，我看雨轩的面子啊，不该你们一般见识。不过，你们要请我吃顿饭。是，是，是，同济啊，是。哎呀，你们别拦着我，我还没喝够呢，喝这么点酒怎么够呢？刚刚还说高喜哥，结果现在喝的这个样子。哎呀，这喝酒啊。 那就得喝个痛快，我看你们再帮我找个管子，咱们继续喝。哎，我看老师不行了啦，孙宇，你背他好喽。我背，我太累了，我背不动。哎，姐，你力气大，你来背。哎，你想尝尝你大力士姐姐的拳头吗？嗯，好好啊，我怕你，我背。来，帮我拿着。哎呦！ 哇，老师好重啊！再找个管子。哎，来给我。啊，不要了。现在觉得我别扭吗？切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别扭了？这倒也是，你也不小了，怎么会怕那种事？没说别扭，并不代表我没生气。生气？为什么生气？ 啊！你是因为我只做个样子才生气的吧？什么？开玩笑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一直觉得对你太不绅士了。可能是你有种亲切感，像一家人一样。求人的时候才像一家人吧？不是的。 雅苏大叔也说过，觉得你们像他的家人一样。现在门儿老师也是了。啊，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明天开个 open house party 吧。open house party？ 嗯，练习室 open house party， 这点子不错啊。哎，孙宇，明天开个 open house party 吧。真的吗？哇，太好了！ 哎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啊，哎，给我啦！哎呦，你很奇怪，我自己拿就好了，你硬要抢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 我去睡觉了。嗯。喂。哦，明明，在我家门口。你家门口？这里真的是你家门口吗？在这儿见面真是新鲜呐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 你们，你们真的住在一起吗？明明没有。好了，我来解释好了。你放开我！你竟然瞒着我，竟然跟他住在一块儿！明明，我们没有住在一起。你还说？你不听解释，这是干什么？你喊什么？还有你，就凭你！
竟然敢睁着眼睛骗我！你给我过来！放开我！不要紧吧？地主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说没有住在一起吗？啊！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想骗我吗？谁骗你了？我是跟大叔住在一起，宇轩是租大叔的房子住啊。谁说我骗你了？我们哪里做错了？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说？就为这个发脾气吗？是对不起。是我错了，我想的太简单了。那你对我发脾气好了，凭什么对宇轩那样？怎么？你不会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还要袒护他，还要帮他说话吧？啊？我不是袒护他，是让你理智的想一想。宇轩是比我先住到这儿来的，我是冲着大叔才搬来的，你为什么打宇轩？对不起，我没想到结果会这样。其实我这么做不单是因为明明，我只是觉得孙小姐总夹在郑浩和明明之间，会越来越为难的，所以我想索性把事情都挑明了会更好，可是结果却变成这样。反正早晚都会知道的。明明今天做的有点过分，你受委屈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到底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复杂？孙小姐，你没有做错，所有的错都是郑浩，他明明知道明明的脾气，还把事情弄成这样。只不过是偶然租到同一个房子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已。说句实话，我一开始也觉得你们两个不仅仅是熟悉的关系，更何况是明明呢？以明明的脾气，他一听说你们住在一起，他肯定会误会的。难道明明还会因为这种事情误会吗？我想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妈妈的事情以后，对郑浩有些过分的依赖吧，就像以前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样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反正一切都是郑浩的错，让我们两个共同努力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恢复原状吧。明明很需要你，站在公司的立场上，我也很需要你。如果再这么继续闹下去的话，那唯一受到伤害的只有孙小姐你了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很重要吗？算我多此一举吧。微微跟亚素大叔住在一起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事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是。这要是在以前，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，也许我根本就无所谓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啊，你跟孙宇轩住在一起，我很在意，不是非常的不高兴，所以请你搬出来好吗？其实宇轩他只是在帮助我跟你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生他的气？我承认我是因为孙宇轩而生气，不过这件事本身已经够让我生气了，不是吗？难道为了让你开心我还要搬出去吗？难道你连这件事也不肯为我做吗？明明，好，那我让孙宇轩搬好了。明明，
你信不信？如果我给孙宇轩钱的话，他立刻就会从这里搬出去，你信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敏感？为什么总是搞得这么复杂？那你自己从这里搬出去不就可以了吗？明明，郑浩，你要知道，他只是我雇的一个人，因为他让我如此的费心，让我说这么多话，这本身已经够让我伤自尊心了，你懂不懂啊？